We recognize the rights of the women which Islam gave them. Women can work, they can go to the school, they, work in, they can work in schools, they can work in hospitals. We assure the world that there will be no excesses against the women and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under the Islamic laws. 先我们给您带来关于阿富汗最新情况进展的分析和点评。塔利班已经进驻了喀布尔，掌握了阿富汗的政权。他们的速度还是相当快，态度也相对的开放和和平。周二晚上，塔利班召开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啊，此前一直没有露出真容的发言人叫扎比胡拉·穆贾希德，面对国际媒体。 声称，经过二十年的斗争，我们解放了阿富汗，并驱逐了国内外的敌人。他还表示，塔利班赦免了所有人，不会有报复，不会有人挨家挨户去搜查啊，包括曾经和美国人合作的阿富汗人。他说，塔利班为了阿富汗的稳定和和平而宽恕了所有的人。 关于这场新闻发布会，今天早上我第一时间听了 BBC 的啊 Global News Broadcast，它的国际新闻的板块。BBC 就有来自阿富汗的女性的新闻主播啊，他们看到这个新闻发布会发生，感觉这本身就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尤其是这位长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啊阿富汗政府、阿富汗塔利班的发言人，这次第一次面对国际媒体亮相。 更让他们感觉到有些惊奇，因为在这之前啊，通常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其他模式，只能听见声音。这是国际媒体第一次见到这位啊发言人的风采。那么在这场发布会上，不可避免的，与会的媒体就提到了外界最关心的阿富汗的妇女权益的保护问题，而且这也是阿富汗啊第一次，塔利班政权第一次。 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啊，首先有一位女性记者提问，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讽刺，更具有一个现实和前瞻意义的，啊，在这个会议上，女性记者提问关于女性的保护问题，塔利班的发言人向外界保证，他们一定会保护阿富汗妇女的相关的权利，也欢迎阿富汗妇女积极参与到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和呃政府的治理体系当中来。 也欢迎阿富汗妇女继续求学和就业，啊，从这点上来讲，这和我们啊耳熟能详的，或者说从媒体上得到的一些啊支离破碎的一些信息拼凑起来啊，图景大不一样。我们以前看到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妇女是十分严苛的啊，比如说要全身遮住盖住啊，这个是在这个。 啊，很多的，即使是伊斯兰国家，也并不都是这么做。相比较而言，塔利班是最严苛的。那么这一次，他们既然能啊鼓励阿富汗妇女重新出来工作啊，甚至是求学，这和以往的这个定位啊已经是大不一样了。当然，这里面塔利班政权啊和共产党一样，好像还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这里也是打引号的啊，没说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它的核心教义，嗯，它将来啊是要搞一个。 政教合一的一个伊斯兰王国，那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并没有发现根本的动摇，因为刚才提到的所有条件，女性可以获得的这些权利，获得的这些宽松条件，都有一个前提。这位发言人也说了，就是一定要遵守啊伊斯兰法啊这个 shia 这个伊斯兰法。那伊斯兰法里面对妇女相关权益和定位的具体表述。 啊，我们目前一时没查到啊，国际媒体也语焉不详。但是据 BBC 的报道说，啊，他们的人员去查了相关资料，也在当场提问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发言人的时候说：“哎，你说一定要遵守伊斯兰教规，你到底啥意思啊？伊斯兰教规里面并没有说这个妇女犯了什么事儿一定要用石头砸死这样一种酷刑，并没有啊。” 伊斯兰这个阿富汗的发言人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加了一条说啊，在《克兰经》里我没找到相关的描述啊，好像啊非常困难，基本上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你看他说的话，这叫辩证法，这叫来回说。我既表示对啊妇女权益表示一定的开放啊容忍的一个态度，同时又保留一个权限，那就是由我来解释伊斯兰教法到底对女性怎么说的。所以这些东西。 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对妇女权益啊保护比较关心的各界人士啊不太放心，因为什么？哎，这个、种东西啊，这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啊，或者说啊，翻过来倒过去，随他们解释。这个东西还要听其言观其行，看看在未来的一个月到半年期间，塔利班政权对于女性从政、女性参加啊继续教育到底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每一个事情都要最后落实到他的每一天的日常运作和他的具体政策里面，否则啊，这些很容易流为空谈。所以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呢，更像是一次公关秀啊。他向外界表明，塔利班政府啊，也是可以聊的，也是可以谈的，态度也是相当开放和开明的啊。那能不能做到，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那么，除了女性问题以外，当有记者问到。 媒体是不是能够进行自由采访、自由报道的时候，他呼吁媒体要平衡和公正地进行报道，并称如果他们是公平的，他们可以批评我们啊、哎，这个有点石破天惊了。塔利班也说他们可以批评我们啊。当被问到塔利班是否会保护庇护基地组织、阿 K 的啊这些战士和其他极端分子的时候，这位发言人重申，阿富汗的土地不会被用来对付任何人。哎。 这个啊、呃、表态，我想世界上有些国家可能会比较放心，因为塔利班既然做出了这个承诺，肯定会信守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塔利班刚刚靠武装取得政权啊，还没有站稳脚跟，它的国际影响力、它的政府合法性还要得到国际的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尤其是啊联合国的啊主要会员国以及。 阿富汗的周边国家，这些人的承认，他才能才能顺利的生存、发展壮大。所以，如果在一开始他就继续啊被发现支持基地组织啊，支持其他的一些啊恐怖主义的或者武装分子组织，那无异于对他自己来讲是杀鸡取卵啊，那无异于是要自寻死路。他们即使会做，那也是将来，而不是现在。所以这点上，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另外，我们也开看一下各方的反应。首先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安东尼奥·古塔雷斯，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抛弃阿富汗的人民。另外，那就是啊，率先在911以后开始打击阿富汗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他说：“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关注着阿富汗正在发生的悲剧。”他说：“现在面临最大风险的阿富汗人，正是那些一直站在他们国家进步前沿的人。” 布什还表示，美国有法律权利在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期间为难民削减繁文缛节，就是让啊难民得到及时的救助。美国在这方面会做出啊非常的努力。今天我也通过啊 Twitter，通过其他的线索，发现美国的犹他州的州长啊，犹他州的有关官员吧，已经发出了公开信，表示犹他州啊愿意接受阿富汗难民啊。目前的速度啊啊，虽然我们在。 社交媒体，特别是在很多啊，这个呃，对欧美、对美国政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些媒体上，我们都能看到啊，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那种混乱啊。但任何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它都混乱啊。这些场景啊，希望不会成为评判阿富汗局势的唯一的依据啊。那么现在，美国每天从阿富汗运出的人达到九千人，这个数字啊。 也是非常惊人的。另外，每天进出的飞机、航班起落数量非常之多，这些都是啊，我认为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充分的认可。犹他州也体现了啊，美国的人民、美国的一些啊政客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个国家啊很乱，美国就是全世界各国家待不下去的这些人民最后的落脚点、最后的救赎啊，跑到美国来啊，这个重新开始生活。那么，犹他州。 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态度，让人感觉，哎，犹他州这个地方挺靠谱，将来我会去盐湖城，向犹他州的人民表达我自己的敬意。你看，另外，脸书啊，Facebook 仍然把塔利班当成恐怖组织，仍然禁止塔利班发言。相比较而言，Twitter 好像就比较放松。我看到啊，Twitter 有很多啊和塔利班的官方信息比较一致的内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各方面各面都在随时关注着阿富汗局势的最新进展。 根据这个进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态度和应对之策。那在节目进入下个小节之前啊，我们请大家点赞，同时也订阅我们这个频道。在我们中文的这样一个媒体世界里啊，我们感觉啊，能够啊有趣有料，能够讲解国际时事这样的节目实在是太少了，不是太多了啊。我今天在推特上竟然还看到说。 啊，美国扶植的伪政府啊，他的这个啊，组织了抵抗力的啊，迅速展开了抵抗，赶走塔利班的这个行动，说今天已经占领了喀布尔。哎呀，底下点赞的人无数，我看到这样的信息啊，感到十分的痛心啊。我们的中文世界，尤其是个简体中文世界，就这帮大陆人，实在是平均水准 low 到了啊，和阿富汗。 普通老百姓基本上差不多的情况，但是人家老百姓是没选择，他就是穷，常年的战乱。你中国都已经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你这些到海外来的人都经历过欧风美雨啊，甚至有些喝过洋墨水，他们对问题的认知态度、信息获取的来源、做出判断的依据，都让人这个惊掉下巴壳啊，实在是令人赞叹。你怎么就不能查证一下啊？美国的扶植的这个伪政府啊？ 他这个当年的政府，确实，他的总统已经逃到了阿联酋，他的副总统这两天亮相了，宣布他是啊阿富汗政府合法的，就是这种临时托管政府啊叫，叫啊 caretaker。因为什么？因为根据原来阿富汗的法律，总统不在了，不能行使职权了，副总统自然就接上啊。你看现在总统他已经逃走了，是不是啊？离开了，副总统自然就是啊原来政府的合法代言人。 啊，一个最高领导，他已经开始组织抵抗力量啊，但是从来没有任另外任何一家严肃的媒体说，哎呦，他们这个力量已经攻陷卡布尔了，哪攻陷去？如果他这么快能夺回卡布尔，他就没有理由这么快的失去卡布尔啊。另外，原来全副美式装备、美军训练了几十年的这个阿富汗政府军，都无法抵挡塔利班的攻势啊。你现在军事装备。 人员投降了，装备被缴械了啊！我们甚至看到了在阿富汗街头那个悍马车啊都没怎么开，完全是完整的这个运营良好的这个呃悍、啊、马车都已经被啊塔利班俘虏了，缴获了，你还怎么搞这个迅速的闪电式的针对塔利班的反攻啊？这都是不符合常识。所以我们的中文媒体世界啊，千千万万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啊，节目的一个原因啊，叫“世界的中国”。同时，在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啊，我独立运营的一个频道叫“平定天下”，它的立场定位就叫“事实第一，立场第二”啊。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敢说在第一时间啊，我们把最全面、最准确的这个信息能告诉你，因为新闻这个事业啊，新闻工作是一个充满了遗憾的工作啊。我们必须在既定的时间啊，通过既定的有限的渠道。 去获得有限的信息，那有些事情还要反复求证，有些我们呢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啊媒体的可信度，它的啊这个啊名声啊专业度都已经摆在那儿，我们只从这样的媒体攫取信息啊。比如说我今天呃就会引用啊，像《华尔街日报》也好啊，《香港南华早报》也好，BBC 也好啊，英国的啊《卫报》也好，这都是响当当的媒体，这些媒体的。 新闻工作者们都已经帮我们完成了绝大部分事实查证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事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给大家进行解析和评述。否则的话，那完全是空中楼阁啊，完全是这个啊，皮子不不存，毛将焉服，是不是、啊？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也欢迎大家一步平定天下，去关注我的另外一个频道。我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也会把平定天下前段时间做的一些节目。 它的封面截图给大家放出来啊，让大家了解我们都做过哪些节目。那么，《这个世界的中国》呢，也已经做了有两百多期了。到今天啊，或者是八月底吧，我们啊，将近有啊四五百期，啊，整整做了两年。在这期间，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观众啊特别啊由衷的支持啊，更得到了他们啊，更有价值的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啊。” 对于阿富汗局势对台湾的影响啊，你讲的就太不认真了啊！不是我太不认真了哈，何老板给我的要求是一个节目、啊、二十几分钟就行。昨天前天的节目都是搞到了三十五，我感觉啊空间不够了，所以我会放到今天来讲一讲阿富汗发生的情况到底对台湾啊局势有什么样的一个啊根本性的影响。当然啊，除了篇幅的原因以外，我们还在等最权威的啊最有相关性的。 权威人士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啊发表了针对台湾问题的他的有关看法，我们会放到今天的节目一起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和评析。那么，我们今天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的来源主要是三个：第一，就是啊沙利文昨天啊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他的全文原汁原味的啊；还有一个呢是《南华早报》的一篇专栏文章。 还有一个是非常重磅的，那就是《华尔街日报》昨天的社论啊，都提及到了现在阿富汗的局势对美台关系、对海峡两岸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结一下，我们看先看一下啊，沙利文是怎么说的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集中的时间，各方都在聊这个问题啊？一方面是阿富汗的局势本身发展这种紧迫性、重要性所决定的，还有一条。 就是大家都看到了中共官媒的一些反应，尤其是啊《环球时报》发表了一文章说，说啊，倘若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啊肯定会放弃台湾，因为阿富汗不是美国抛弃其盟友的第一个地方，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哎，你看这个中共首先放炮了啊，这个金灿荣先生也说啊，美国肯定会放弃台湾，就像他放弃阿富汗一样。对这样的观点。 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并没有改变。他说：“我们相信自己对盟友伙伴的承诺始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也相信自己对台湾和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的坚持。”哎，你看，沙利文把和台湾的关系抬到了和以色列的关系一样的高度，这样的承诺可以说啊。 调门拔的很高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啊！大家看一看啊，巴以冲突这么多年，海湾局势啊，这么多年的波澜起伏，这么多年的这个啊，白骨一堆又一堆，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坚定不移的、始终如一的啊，用军火、用金钱、用人脉，全力支持以色列这样一个结果。 那如果沙利文把台湾和这个以色列相提并论的话，啊，蔡英文也好，关心台湾各界，呃，各界人士也好，啊，我想心里都应该舒一口气啊。中国话讲什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阿富汗和台湾的情况啊，确实不能相提并论啊。在阿富汗有两千四百四十八名美军上升，超过上万名。 美军受伤，并投入了上兆美元提供资源给阿富汗啊，并且美国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就说会在二零一四年撤军啊，只是他又多拖了七年啊，远远超过啊十多年前立下的承诺。那么，美国为阿富汗奉献了二十年的血泪和资源，提供一切所需的训练和装备，让他们能够起身为自己而战啊。 美国总要在某个时间点告诉阿富汗人民：“你们必须起身捍卫自己。”啊，这是沙利文的话啊。他列举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一点和台湾不一样，那就是阿富汗实在是太穷了啊。阿富汗的政府的战斗能力也实在是太差了啊。那么我在昨天的节目里也跟大家啊交流了，阿富汗有多穷啊？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三四百块钱。 中国的清朝雅汉雅片战争之前都已经达到了人均六百美金，所以想象一下，阿富汗穷困到了什么程度啊？所以它怎么能跟曾经是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相比啊？怎么能跟已经是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啊政体的台湾相比啊？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阿富汗跟台湾都没有任何可比性啊！当然更不用说台湾什么台湾的芯片产业。 牵动着世界千千万万个行业，牵动着啊，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啊和芯片相关的很多行业，汽车也好，啊航空也好，啊这个啊军事国防也好，谁能离得开芯片呢？世界上高端芯片中高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台湾生产的，啊，所以这里面根本就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对美国美国来说啊，沙利文明这么说哈，这是我分析的。对美国来说，阿富汗和台湾的重要性。 当然也叫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一点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话啊，那是很遗憾的。那至于双方在军事上的准备，这种契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啊！美国早在一九五零年啊，韩战期间就曾经派第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而且还成功了。第七舰队过去以后啊，台海恢复了和平，这也是事实，是吧？双方在军事安全上的合作，在武器装备购买上的合作，在联合。 啊，这个有关的军事行动方面，目前历史长达七十一年。在经济方面，台湾是美国，你看第十大贸易合作伙伴，阿富汗排名多少？阿富汗排名一百零五，哎，这个完全就不是一回事。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一点，就像沙利文以及拜登都屡次强调的，在亚太地区，白宫将要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 啊，南太平洋这样一个政策啊，具体来讲就是跨就是四方联盟啊，四方对话的方式，其中日本、印度、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啊，这几方面是啊，拜登去使劲儿的这样一个立足点，这几方对这几方来讲，台湾的地位、台海两岸的和平这样一个关系问题，它的相关度、它的重要性都不是一个阿富汗能比的啊，那么。 日本也早已经表示，他的日本的防卫相岸信夫前段时间也说了啊，日本的安全问题和台湾的安安全问题啊息息相关，啊台湾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问题啊，尤其是在安全上，那这个表态啊态度十分鲜明，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也是非常强大，所以跨的这个四方会谈的四方啊这个四方的这个机制。 就是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在台海的问题上牵制中方最有力的一个抓手和武器啊！这一点从盟友的角度来讲啊，维护盟友关系、实现对盟友承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台湾和阿富汗也是啊，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这么说，并不妨碍我们做出另外一个分析，那就是美军在阿富汗待了二十年，这一次仓皇的退出。 那个场面啊，那个国际媒体的这个报道，确实也让中方啊增强了一些信心。他可能会不断的在台海问题上做出啊进一步的更大胆的一些试探，以观察美国的反应啊。以前他也总是这么做的。就在昨天啊，美国啊中国出动了作战的舰艇、反潜机、歼击机啊，在台湾东南、西南等各个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都是啊实兵演练啊，同时。 昨天我们也看到一个消息，解放军的军机连续第三天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今年累计进入台湾空域的解放军军机已经追平去年的三百八十架次总和。你看，这才到八月，还不到八月底，就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和啊！那么，中共进一步的试探啊，进一步探索摸清美国底线的这样一个方针啊，也不会退缩。那么，根据《南华早报》。 这一位啊，专栏作家的观点啊，我刚才讲到的啊，他有些东西啊，也已经 touch 到了，也触及到，但是他有一个比较新鲜的观点啊，以前我没有想到，那就是现在阿富汗的事情出了以后啊，世界各地的媒体批评美国的这些政客也好，各界人士也好，都说这是对美国国际声誉的真正损害，是啊，对盟友信心的严重打击。嗯，他认为此话啊讲的有点过，阿富汗这个事情是有损害。 但是它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将来美国如果真的放弃了台湾，这才是真正的对盟友信心的沉重打击啊！不但是里子啊，面子都会受到打击。那么从这点来讲，这个也和我刚才提到的啊，美国是不是能坚守对盟友的承诺，那是一脉相承的啊！在这一点上，如果将来美国真的置台湾于不顾，这才是真正对盟友利益对和盟友关系。 最大的损害之一，阿富汗在这一点上赶不上和台湾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啊。当然，我也提到了另外一点，昨天的节目里面啊，那就是在很多的国际媒体，我并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分析啊，是什么呢？啊，对于保卫台湾和在阿富汗驻军这两个事情上，美国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说叫纲举目张，目标不一样，底下的战略执行的细节当然就不一样啊。在阿富汗啊，从来就没有打算。 说，像拜登说的啊，在阿富汗要建国啊，怎么怎么地，帮他建立民主，不是，那都是副产品。阿富汗在阿富汗驻军二十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清除恐怖势力，把阿富汗啊变成一个清除了这种土壤的一片天地啊，就是嗯，拜达啊，凯达组织也好，其他组织也好，基地这些啊，都不会继续再利用阿富汗作为对美国以及。 啊、欧美其他盟国进行恐袭的一个基地，这一点沙利文也说了，二零一四年就已经达到了。那么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除了通过驻军以外，别无他法啊。阿富汗的这个地形如此复杂，多山啊，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也十分复杂，非常险峻，非要通过驻军不能解决啊。但是台湾问题不一样，台湾问题啊，不管是中共还是美方。 都不会把全面占领和管制台湾作为一个现实的目标啊！美军啊，完全有能力、有手段、有办法阻止共军啊全面的啊 take over 台湾，就是全面把台湾拿下，并且进行管制、啊。那如果这个这个情况反过来，像阿富汗一样啊，塔利班已经在那儿掌权很多年了啊，现在中共已经占据了台湾，搞了很多年了，你去把他赶走那是很难的啊，那是美国在阿富汗遇到的情况。 但是台湾不一样，美军有能力阻挡啊，共军收复台湾的所谓的努力啊，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哎，阿富汗问题和台湾问题啊，我们今天通过聊这么一通，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啊脉络，比较啊明白的一个啊一个思路，那就是确实不一样，没有多少的可比性。但是对中共来讲，确实是一个短期的啊，某种方面来讲是个利好，它会不断啊加大试探的力度啊，这里面。 会不会擦枪走火啊？我们再来啊，这个进行啊其他方面的一些分析，会随时关注最新的进展，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另外，在平定天下那里，我会做啊另外一个主题的节目啊，主要是这两天啊，看到我非常喜欢的张文宏老师啊，张文宏医生啊，也要马上变成阶级敌人，马上也要被把成打成啊汉奸卖国贼啊，于心不忍啊，我准备在那里聊一聊啊，在这个世界的中国啊，空间已经不够了啊，又了半小时了。 我去那里聊，希望大家啊关注我另外一个频道啊，我们那边见，谢谢。